不是初姨，既然用他心脏，那你就做他吧。你永远留在我身边。如果姐姐知道你这么对我，她一定连这颗心脏都……你真的想回国吗？回去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：真的要嫁给我。以初姨的名义嫁给我，我得保证她的心脏永远留在我心里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初姨。 你可以拒绝，这是回国就不合适，我只给你3秒。3、2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兄弟。我拥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。 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。是他吗？没有死，还活着。我刚才好像看到傅小姐。2年不见。 珊珊都当这么大夜场的老板了，傅小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老板还没有回来。那找佳宇来。我们老板已经跟佳佳是离婚了。什么？算了，我明天再来自己问他。乔珊珊，你电话也不接，人也不出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是他，是他的味道造成很大的不适幻觉。你装什么深情？季思涵，你是把我当想扔就扔，想要就要的玩具吗？婉婉，当初连婉晴让我把身边亲密的人都除掉，所以我才……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，我要告你骚扰。你叫什么？什么婉婉？我姓初。 麻烦你不要犯了罪，就拿自己认错人的借口来开脱。我不信，你分明就是苏婉。你再乱来，我就要叫人了。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季思涵，你每次索取我却不管我的时候，怎么不问这句话？懒得和你扯，就当被狗咬。 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舒婉，我好想你。你根本不在意我，怎么可能会想起我？说了，你叫初姨，英国华裔，你现在可以去查我们身份。婉婉，你和我，怪我都可以，但我求你，你别冲动不认识我。再不回去，池彦州肯定要找我麻烦了。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，我是要去回去。 我老公还不懂，老公，是吧？我已婚，所以麻烦你开门放我下去。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他就是季思涵吧？我也就服了。 没自己麻烦，自己不解决，你叫我严有功。废话，你还想不想让我解决一个亲戚？哼，你下车的时候听见他说爱你8年，你不应该感激涕零的跟他走。爱我8年？好。舒小姐，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还没到，老板怕是没有那么快的。没事，今天我有的是时间。 你的眼温柔藏山高水远。珊珊，珊珊，你妈的怎么在这儿啊？都是你害的我们两个，都是你故意拆散我们两个，害得我现在成了如此田地。
明明是你先背叛了珊珊，怎么能怪我？你个贱人，你好意思说我？易思涵当了三年的情人，你和麦子有什么区别？少跟我提他。哪儿来的乞丐在这里装疯卖傻？珊珊，求你了，孩子还要奶粉钱，能不能看在咱俩这么长的时间上，事情是让我行、真是一个不要脸的贱人！你跟那个贱货生的孩子，你问我要钱？保安，他给我拖出去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保安，真的是你？原来是这样，也不知道你遇上个池彦周是不是个好手。珊珊，思月呢？话说回来也奇怪啊，你死的消息都两年了，你说季思涵也没娶你婉为妻，他该不会喜欢上你了吧？不提他，思月呢？我看新闻说四月自杀了，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婉婉，你答应我，一定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什么意思？四月呢？婉婉，在你投亲那天，四月他殉情了。婉婉。思月，思月，珊珊，我刚才梦见思月了。妈妈，等我们生命期限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做亲人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其实你和他没有遗憾的。他在你死后，他遵守了年少时的诺言，他娶了你。傻子。哪有人和死人情？娃娃，还有，这是你的手机，我也保存下来了。里面有个叫叶先生的，他往里面充了好多钱，似乎是想把这个号码保存下来一样。这两年，他几乎每天都在给你发消息。吴姨，才让你离开我一天，你就给我进医院了。你叫什么？放心吧，出去心脏放你那儿。对不起。怎么又是他？我几句话就知道你是谁。我太太不想跟你多做交流。若有雷同，都成熟虚构。